攬炒心監獄風雲，本戲劇故事純屬虛構，虛擬場景如有雷同，實屬不幸。我應該是生活在天堂的，我簡直是天之驕子。那晚那班友仔在前面衝，我就掉頭鬆，我雞咁腳走去坐的士，我走甩咗。我滑头食脑又蛊惑，我用鸭脷洲口音宣誓做议员，年薪千九几万，我前途似锦。而家前途似锦咯，我曾经是议员，而家是监又坐埋，铲又破埋的议员，已经玩完。我谂好嗰面，家阵天口热，入到嚟可以免费剪头发。嚟紧日子，我有免费床位包食住，仲有浴室设施，执翻紧。仲有医疗服务，咁当然啦，我系佢口中嘅优秀嘅细路，使唔使送多年免费餐过你食？得啦，午夜梦回，我最羡慕就系外面嗰班手足，我发梦都谂紧点可以同佢哋一齐上街发轮风，去地铁站拜祭啦。凶案现场已经系改装成为咗殡仪馆啦。只要我一見到警察，我就係咁走，俾佢哋撳到我趴街，我又可以博同情，老屈警察向我施暴。嗱，佢講噶，要發動大肚婆遊行，大肚婆為差館，我唔係大肚婆，我有大肚腩嘅，冇大肚婆肯出嚟，咁咪揾男人扮啦。我大肚婆暈低啊，我跌咗兩個橙。如果肚腩大到好似雙胞胎咁啊，可能收雙份錢咧。總之 call 齊人，細路啊做記者，嗰啲老弱傷殘、論論盡盡容易跌低嘅出曬嚟，仲有性感女暴徒，個胸擠得越大越好。舊年八三一，我好肯定有個手足喺地鐵站度死咗，屍體都揾唔到啊！我喺度啊！哦，我用武心著咗草嚟咗呢度啊！个个揸住个兜，你竟然生勾勾，我冇死到，我唔话俾你哋知，惊你哋冇藉口奔丧啊嘛！啊你而家好啦，你喺里面起码你都系喺香港啊，你好幸福噶！你老尾食鸡髀，话时话，多谢你准我保释啊，搞到离乡别井，多得你唔少啊！冇有使多谢，我上司落咗我打，要对你哋好啲啊！哎呀，我听唔到，我听唔到。我只是听我想听的东西而已，当日真的有很多死者，死得很惨，我真的很想去拜祭他们的，真的死得惨，毁了容，死状恐怖，徐徐攞命，凶手是有预谋的，还杀手，毁尸灭迹纵火，真是家破人亡，壮烈牺牲，保佑你的灵魂得到安息。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一班是用完即弃的避孕套，出狱之后，我的生活需要大家照顾，我要请司机，我要请保镖 ，Go get fun， 我要众筹，大家网上支持 ，Pay me，Pay me。Pay me! Pay me!